此。那现在目前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15。那我们现在呢在摄影棚当中，我们要同时麻烦摄影师带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棚内的最新状况。现在呢地震是已经让我们的摄影棚上头的这一个灯光是摇晃的相当相当的剧烈。那诚如刚刚跟观众朋友呢所报告的，到目前为止已经至少发生了26起。假设如果再加上这一起非常有感的地震的话，已经是27起了。那你现在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呢，是我们的三立新闻部8楼的新闻大楼，可以看到呢，我们上头的这些灯光也是持续不断的在摇晃当中。事实上呢，从今天早上的7:58就持续都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也特别提醒现在目前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自身的安全情形。那这一起地震呢，假设如果后续呢，在我们的气象中心，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资料有最新进度的话，我们就会跟观众朋友再更新一次这个10:15所发生的这起余震现在的规模到底是如何。那现在目前我们在棚里面还是可以看到有部分的灯光，另外在体感的部分还是有一点点的感觉。那到底这一场地震后续还有没有其他余震发生的可能，我们会持续带大家来关注。